美德，护台湾，国会过半都算。我把230万捐给民进党的党部，但是我有指定用途，就是这指定用途是这230万的所有金额都要使用在这些候选人身上，就是全部都在立委候选人身上。其实是单纯就是我个人这边跟一些朋友，然后一起规划，然后也当然我也有拜托那个民进党党部这边帮我找这些候选人们一起来出席今天的活动。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上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很自发性的活动，因为这并不是，这是不是民进党筹划的，这是我个人筹划的。然后这些意见领袖们，包括你们刚刚看到的影片，其实都是我们私底下邀请，那他们就很愿意出声发声这样子。我今天就是抛砖引玉，我希望更多人出来，不管是大额小额，或者是你出钱出力，不管你是用任何的形式，就算你只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你都是挺台湾的一部分。